上回书啊，咱们正说到老太太听这大儿媳妇说这是我兄弟。老太太一听，上下就看着这王氏，哎呀，宝贝儿啊，你是有点糊涂了，说梦话呢，这怎么会，这孙子怎么成你兄弟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娘，真的，他确实是我的三弟，他就是六年前您生的那个三儿子。不能，娘啊，我能骗您吗？真的，孩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您先恕我个罪儿，没事儿，宝贝儿，要是真的就好，好啊，这太好了，你没罪，你有功。说怎么回事儿？娘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大奶奶就开始把这些事先编好的瞎话全说出来了，天天背词儿啊，背得挺熟。不过呢，这些瞎话三分实话，七分是虚的谎言，但是夹杂在一块儿，老太太听着跟真的一样。怎么说的呢？说当初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您一生这孩子确实死了，就想呢把他埋了。抱出去之后，哎，到了锦屏山上一过分儿啊，这孩子缓醒过来了，这大概呀是闭过气去了。当时我们就想啊，您说说，您生完孩子就昏过去了，流了这么多血，您再抚养孩子没法抚养，您还得养病呢。没办法，我呀跟大爷就抱到我那院儿去了。我们夫妻一商量，干脆咱啊跟谁也别说，就偷偷的咱把他养起来。娘呢慢慢养病，养完病慢慢恢复身体。不管怎么说，50多岁了，他也没法奶这孩子，咱自己的兄弟又是嫂子，老嫂比母嘛，那咱就养着吧。这样呢老太太也省心，要不然还得奶孩子，还得抚养孩子，他岁数大没有精力呀。老太太再病了怎么办呢？说这孩子吃奶吃不到，再夭折了，有个闪失都不好，这样呢算是折中了，我们啊就把他养起来了。现在孩子长大了又这么好，那么今天呢就跟您说实话，大致啊是这么个意思。老太太听傻了，哎呦，这是故事啊，这真的，哎呦，那不对呀、啊，那我那孙子呢，在张永禄家里了，大爷的朋友，我知道啊，在那儿养着呢。哎呦，你说这，老太太这会儿什么都不想了，你要细琢磨，他说的话会说不如会听。但是老太太不是编辑，逐字逐句的抠校正整理，琢磨不对，这有瑕疵，哪有不足。老太太哪想那个，儿子没死，这比什么不强啊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来来来，过来，孩子都傻了，那叫娘，娘，哎，宝贝儿，哎，我这饶我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抱着自己亲生的呀，这个才怪呢。不是亲生的，他感觉就是不一样。现在说明白了，抱着黑子，母子天性啊。老太太这个哭，可以理解，这是幸福的眼泪。哎，这叫喜中悲呀、啊！哎呦，肉哎，宝贝儿啊，这，哎，对呀、啊，你
跟你爹你说呀，啊，让他也得高兴。于妈儿，哎，于妈儿，老太太，走啥呀？你说这，你这刚吃完饭过生日，你喊啥呀？老太太，呀，你看看，你过生日好事儿啊！你这刚才你就掉泪哟，抱着孙子你哭啥呀？你我愿意哭，你别管了，去。干啥呀？我干啥去？你去啊，跟那个袁爷说，让袁爷、让大爷都来呀、啊，快着点啊！哎，我老太太，你这唱的哪出啊？你这是快呀！哎，快了，行。老门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包员外、包大爷都进来了。袁爷心里纳闷，老婆子怎么了？一进门，哎呀，你这个老呀，怎么了？老太太抱着黑子那儿哭，还哭呢。嗨呀，你这孙子也不是第一天见你，干嘛呀？老东西，什么，就是第一天见。宝贝儿，快快，给你爹磕头，喊爹啊！这黑子过来了，爹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哎哎，不，这老婆子，这没有，你过生日没这么逗的啊。这你这瞎喊哪？这宝贝儿，起来，这不乱了吗？啊，宝贝儿，你爹在这儿呢啊。黑子一扭头，大哥，老头一看，哎呦，今儿咱们日子没法过了，爷爷，我这变爹了，那爹改大哥了，哪能这么叫啊？你这，老太太，你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，包山也不敢乐，哎，爹啊，应该叫大哥啊，应该叫大哥。是啊，爹，这事儿应该跟您说了，他就是您儿子。老大呀，你怎么跟你娘一样啊？你们唱哪出啊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爹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大爷把这经过又说了一遍，这两口子话一样啊，这台词儿俩人一块编的。说完之后，老头站这儿傻了。真的？老太太都急了，那错得了吗？那爹能随便叫吗？没错，老头子是咱的儿子、啊，认吧。哎，没错哈，认吧，没错。儿哎呦！老头一把手把黑子就抱过来，哎呦，儿哎，你。你长这么大了，爹对不起你啊。老太太听不出来这个，老爷子心里明白自己亏心呐，当初做梦要扔，没想到活了这么大了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，这我那孙子呢，在朋友那儿了，永禄那儿了。哎呦，好啊好。其实啊，老爷子平常没事儿的时候，自己也想，当初我这事儿是不是做的有些过头啊？我做一个梦，把孩子就扔了，说的是妖怪。老二说的那老道的话，那能是真的吗？我应该想一想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嗨，这个决定太唐突了。老头啊，早就有点后悔，可是覆水难收，已就扔了，那没办法了。现在明白了，儿子没死，这心里边百感交集呀。那老大呀，回头明天一早把我这个孙子赶快接来啊，别让孩子受罪。您放心吧，转过天来，大爷去了，到朋友那儿把实话一说，一看孩子挺好，
挺活泼的。另外呢，给拿了100两银子。兄弟，这么点心意吧，你也别嫌少。这算是我们全家的一份心意，啊，咱哥俩按说，不应该这样，是不是少一些？永禄摆了摆手，大哥，您把它收回去。咱哥俩就差一信儿了，您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。这几年多亏这孩子了，要不然我们两口子太孤单了，到现在也没生养，这钱我不能收。我要收这钱，您算骂我，咱这交情算完。那让了半天，好好好，那这么说吧，让孩子磕头认干爹，马上磕头认干爹，这叫一子两不绝。咱们俩人呢共同守一个儿子，将来你生养，这算干儿子。要是没有子女的话，放心，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。兄弟，将来你们两口子活养死葬，哥哥一定对得起你们，行吗？大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咱哥俩心里分呐，两口子挺感动，这钱没收，把孩子接回来了。这回这包员外马上吩咐祝贺，老爷子不低调吗？不低调了，节省不省了，干嘛多炒几个菜，今天比过年还高兴，咱一家人好好的祝贺祝贺啊。老太太高兴，就抱这个黑子不松手了。老太太抱会儿，老爷子抱会儿，包公有点见傻，心里想怎么这么乱呢，现在吃饭吧。一吃饭一喊儿子，这边一喊大哥，一喊嫂子，他喊嫂子呀喊不出来，您看喊爹喊娘都好改口，大哥也凑合，唯独喊大嫂子喊娘喊妈喊惯了，喊嫂子这黑子总觉着别扭。后来这孩子有心眼儿，喊嫂娘，哎，这也不错，既是嫂子也算娘养母，所以从那儿就落一个嫂娘的名称。京剧唱段里有劝嫂娘吗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哎，就是说的这个事儿。打这儿开始，有不少人呢尊重嫂子，都称嫂娘，就叫嫂娘了。行啊，老太太心话，叫什么都行啊，叫祖宗都行，反正这儿子回来了，高兴。二爷二奶奶呢吃这饭下得去吗？老三没死，嘿，让老大给养着了，嫂娘大哥，这两口子咱说了坏毒啊，憋着憋毒吗？这会儿还得憋着，脸上不能带出来，还得敬酒。娘，这是好事儿啊，我得敬您一杯。哎，谁说不是，我都不喝酒，我也抿点儿啊，您喝好事喜事儿，这孩子黑子错不了啊。我这三弟呀，来让嫂子看看，都是假的，装了半天。吃完了饭，二奶奶蝎子沟跟这包海回屋了，别人不说，单说二奶奶回到屋中，门一关，咕噜咕噜，坐这儿乐不乐了，干嘛过堂。哎，包海，二奶奶怎么着，你真行啊，啊，有你的好，好好，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啊？6年前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的三弟
喂了老虎了，让虎给吃了，变虎粪了。我问你，包海，老虎吃了吗？啊，吃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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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烫着是怎么着？你干嘛？我问你吃了没有？我哪知道？你这，哎，这崽子怪呀，邪性。老虎怎么这看小孩他不吃呢？怎么没吃呢？哼，没吃啊，说明这孩子没有人味儿啊，这是。啊，我就明白，打那老太太一怀他，我这心里就觉得别扭，我觉得这事儿怪。咱爹那梦啊，有准儿，这就是一怪物，怎么这么寸呢？啊，你看老虎都不吃他，说明他是什么人呢？身上带着邪气儿呢，他干嘛来的？咱家里对半分的家产，他这一来，这不就是为家产来的吗？分家来的，要你命来的。说不定啊，这孩子长大了，这就一祸害呀，你呀活不了，就放你来的，知道吗？你就别说这怪瘆得慌，放我干嘛？这放也放我爹，放我娘，他们的岁数就盯着呢，到不了我这儿，到不了你这儿，你懂什么呀？这隔辈儿方，这你够恨我的，隔辈儿方，不能，哼，不能。我知道，包海呀，你当年把我骗了吧？你是不是跟我说的瞎话呀？你看你那天来，我还记得呢，咣一下就撞起来了。你瞧你那模样，飙那门，哈哧哈哧的，狗喘气一样。啊，呵，你演的挺像啊你。我问你，你说的有来道趣的，我就明白，你们老包家这一家子都能演呐，全骗我，这事儿还不定怎么回事呢。你娘说你大嫂子养了6年没跟她说，鬼才相信呢。反正我不信，甭问，你娘装的，你爹骗我，大哥大嫂也都骗，你们家演戏的吧？你都是表演。家里的二奶奶，你打住，你别说，说你心里的，说实话，你怕了是不是？二奶奶，别的事儿我能骗你，说实话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说。我才冤呢，接着演，你看看，你还有哭戏啊？二奶奶，我这眼泪真的，真的，你跟我说说。我告诉你，二奶奶，话说到这儿，不错。我包海，我也知道，我他妈不是东西，我损坏，我知道。平常跟爹娘，我都装傻充愣，都假的。我没说过实话，在外边交朋好友，一嘴实火，我都骗。二奶奶，我骗了天下的人。我掏心窝子说，我没骗过你。我也不知因为什么，咱俩打成亲到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我跟谁都说瞎话，我不会说实话，唯独二奶奶呀，我没骗过你呀。掏心掏肺，人得讲良心。当初我说的都实话，我绝对我没骗你，我敢发誓。哎，二奶奶，你要说我说瞎话了，我骗二奶奶了，我对天发誓，我马上就死，天打五雷轰，让我出门，让那马把我踢死，让我那个我媳妇儿养孩子那个什么没脑袋，我绝对。哎呀，呵，包海，怎么着？你说我生孩子怎么没脑袋？你让我以后生一怪物是不是？你够狠的你，啊！我说走嘴了，我说错了，我这口误，我说错了，我，嘿，反正也就这样了。你也生不了呗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生什么？
你生一怪物，生一怪物，我念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也知道你生不了，给你绿豆你都生不出芽来呀，水仙到你手里啊，估计也养成葱头了，开不了花，你不生啊。这话赶到这儿了，我娶你呀、啊，我也不敢说呀，你可倒生，你生个屁，你连鞭屁都不放啊。好，宝海呀、啊、宝海，缺了大德了，哦，我嫁给你了，我不生啊，我不生，你怨我呀？怨谁？怨你，就怨你，我不生。你那种不行，你种不行，我就生不了啊！我种不行，你那地更不行，什么种啊？搁你这地里也生不了，你这盐碱地，种什么都不带生的。哎呦，你现在你知道了啊？好啊，那你把我休了吧啊！我嫁给你，我缺了德了，我瞎了眼喽！我跟你这么多年呐，人家都说呀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呐，百日夫妻四海深呐，四海夫妻够不着底儿啊！我现在都看见底儿了啊！行行行，好，你今天你说实话了，我活不了了。你干嘛？你怎么着？我跟你转头，我不活。好吗？二奶奶撒了泼了，过去抓住这包海，我撞到挡，哎，你干嘛？我说点实话，你撞我，我不活了，我活不了，我，哎，二奶奶，哎呦，我让人祖宗姑奶奶，二奶奶，抽过去了，抽上风了，哎，这。哎呦，怨我哟，二奶奶，进屋吧，这不没影的事儿吗？这，放床上了。二奶奶，这窝巴哪儿啊？这是掐人中，这肚脐儿，这是，人中给这二奶奶，半天了，连窝巴再拍吧，二奶奶。呼之不应，叫之不语，二爷急坏了，别，你能生啊？你不能生也别死了强啊，是不是？好歹有一活人呐，二奶，二奶奶，哭出来，哭出来，别憋着啊，哭出来就痛快了。要了命了，这两口子就唱开了，哭四出了，在屋里打吧。不管怎么打，你只能关上门，慢慢缓着吧。两三天，二奶奶缓过劲儿来了，开始绝食不吃，后来她饿呀，也不能绝食了，吃，出去还得装。回来坐着就运气，但这日子得过。二奶奶心里在合计：好，老天哪，这个事儿我记在心里。行，我跟这个包三黑啊完不了，我就不信老虎不吃你。行啊，我把你弄死，我找机会。我给你饭里下点毒，反正就这么着了。看来我是也生养不了了，我不生啊！你生一个，我给你咬死一个；你生一个，我给你弄死一个。我就不信，我多买几包耗子药。嗯，对，盯着找机会。二奶奶暗中就等着这机会，就盼着。等着吗？嘿，机会快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天呢，包山跟爹娘还有兄弟一块商量，说是不是现在孩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了，将近七岁了，应该念书了。可是袁爷说了，还念什么书？
再过几年再说。老二一看，垫两块砖吧，爹，别念书了，着什么急了？咱是种地的，这么着，让他先放放羊，先练练。儿子就得穷养，是不是呢？要不这孩子就惯坏了。哎，也行，让他放羊去吧，跟羊倌放羊去。二奶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高兴，行嘞。放羊出去了，中午准得送饭呢。你一送饭，耗子药预备好了，包三黑儿哎，我早早晚晚我得把你毒死。